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伦伦。然后这一期给大家，不是，今天给大家拍一个vlog，因为感觉太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今天刚好练习完了之后，现在想去吃个饭，然后带大家去吃个饭，Go。到商场了，我走进来了，现在去找找看看吃什么。怎么感觉今天脸有点大呢？吃什么？吃点，不知道，上去再看吧。选了一家茶餐厅，天哪，又得等。吃饭最讨厌的就是等。但是是真的很想吃，但是我好饿呀，这样饿下去会饿瘦的，咋办呢？口水都要流了，这味道真香。好，我们现在镜头一转，我们已经成功的坐下来了。在我等待了近10桌之后呢，我坐下了。我这样子跟你们说话，旁边的人以为我脑子不太好。然后呢，在我们今天呢一天都没有吃东西，然后我随随便便点了几个，我感觉我今天能吃特别特别的多。好，接下来开始我的吃饭表演。再见，哈哈哈哈哈哈。